儿都私信问我们的，到底应该怎么根据不同的场合去选裙子，所以就准备了一个让所有姑娘们都会尖叫的100条裙子合集。对，而且我们为了这裙子特意选了大牌、轻奢、高阶、小众的品牌，保证你们一次看个够。所以如果你们喜欢这个视频的话，记得点赞、收藏和投币哦。度假裙呢，想要拍照上镜的话，真的非常需要有一个适合凹造型的裙摆。在颜色的选择上呢，我其实更推荐像白色、素色、大地色这一类很容易跟风景融为一体的颜色，在海边拍照非常好看。像我身上的这件罗意威呢，它就是有一个波浪型的不规则裙摆，很适合在起风的时候拍照。像这个裙子呢，它就是棉麻的材质，非常适合在海边度假的时候穿，很凉快。上面适量的刺绣也会让整个裙子看起来一点都不单调。见父母啊，我们一定要用减法穿衣。选裙子的时候，颜色和款式尽量选择简单大方的，而且裙子的长度一定不能过短。像我身上这条呢，一切就刚刚好。或者说，像这一套的是简单的拼色，显得比较乖巧大方。七夕快到了，我觉得很多人都会有这个难题。其实我觉得小礼服都是很适合这种正式的餐厅的。像我这种典型的梨形身材呢，就会选择一个这样收腰的裙子，而且因为它的下摆很宽，可以完全遮住你的大腿和胯。那如果苹果型身材的话，我就比较推荐这样的 A 型裙，而且它设计上面刚好有黑白很分明的交界，可以实现你胸部以下都是腿的愿望。我觉得最有心机的是，它还给男友的外套留了位置。我还没有遇到过哎，但我觉得婚礼肯定不能穿纯白色嘛，会跟新娘对冲，可以选择象牙白、香槟色、浅粉色这种比较浅的颜色嘛。而且如果是个子比较高的女生，可以直接选择 sleeve dress， 像这样的丝绸材质会比较显质感。如果说是身材啊或者肩线不是很完美的女生，我建议可以选择这种包肩的款式，会比较容易遮住缺陷。这道题我觉得还挺难的，但是我觉得这个时候其实你就可以穿各种直男看不懂的时尚，千万不要抢风头。像这一件，应该就是很多人男朋友觉得看不懂的裙子，前卫潮酷中性，就是这时候你的首选。我觉得对于职场小白简直有两个极端，一种呢就是穿得太随意，学生气很重，还有一种就是穿得比他们的老板还要正式。所以我比较推荐大家可以穿我身上的这种衬衫裙，因为它的款式比较简洁大方嘛，而且对身材包容性很强，几乎每一款都有这种腰身的设计，会比较容易凸显曲线还有比例。而且现在很多高阶品牌里边都会有很多这种高性价比的衬衫裙，买起来很方便，不是？肯定是碎花裙呀，不过一定要选露腿的短款，而且我建议啊，可以尽量选今年比较流行的牛油果色。如果是大胸的妹子呢，我建议啊，可以用这种飞领的去替代吊带，可以遮住你手臂还有背部的肉，而且可以拉长你的颈线。我选的这条半裙呢是长度过膝的，非常符合职场礼仪，而且很适合下半身肥胖的女孩。专门选择了一个这样线条比较硬朗的西装外套，又用这种百褶裙来柔和它的线条，再配上这样多层的腰带，可以提高腰线，显得很有气场的同时又不会过于强势。我觉得这身做到了很好的娘 man 平衡。
好了，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，试了很多漂亮的裙子，也解答了许多你们的问题，有没有看得很过瘾啊？如果你也觉得有共鸣的话，记得点赞收藏刷弹幕哦。拜拜拜拜拜拜。Hello， 我是大嫂。Hello， 不好意思。如果你也觉得有共鸣的话，记得点赞收藏收藏刷弹幕。